备，开始。教师组哎，好，我们现在就从第二名，从第二名，第五名，我们大家现在接到的是，他是哪位？何佩轩老师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现在领先的是绿、蓝、粉红、黄、黑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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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是我们老师恭喜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我们老师迈开你的步伐，传接给下一棒。好，现在第六棒来了。有人来了？不知道，我听到。好，现在目前的是领先蓝三区。蓝三区紧接在后，绿三区加油啊！加油！我看那个绿的也跑太快了。黑衣人加油！黑衣人是什么？黑衣人卡伦加油 ！Go！ 他们真的差很远哎。第九棒了。这样子难控制，差吧？对啊。还没有轮到我。待会我一边跑一边转播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现在能源保持的是绿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衣服留在后，加油加油！粉红跟黄色是紧张了。老师，杨老师，好，现在换徐秀玲老师了。小丽丽跑快了，大家也鼓励点倒一下，谢谢。
小绿绿看吧。那是教室组的、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嗯。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不是。没办法，我们摄影组的。没办法，这样会拍不到。可是欧森叫我在这边呢、欸。没有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这个是安全性的问题。是拍不拍得到，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大家拍完这个就走。对，然后不然你们就是换个地方，知道吗？但像旁边那里应该也可以，对，太危险。那尽量。是吗？对，快点。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要哪一个拍完？对，要这一整圈，这个整个跑完要拍完。这一个整个跑完。对。要不然趁就待在这边吗？哎，不行啊，真的啊，很快。那个是主任说的，对。好。那个主任说的就没办法了。对、啊，要收吗？没办法，不然可不。收。生气。八年级，请进行铁路。我们刚被赶进去了，那我们现在在这边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澄清告白，这是那个声教讲的。你再往旁边一点，就会拍到树枝。对啊，声教最大。你都是拿树枝的，树枝，树枝，树枝啊，树枝，树枝啊。还是往后拍，这应该还好。树枝在这里的，我很努力了。差不多十一了。粉红，你看有没有他们的差距？哎，等下啊，张宏伟他们，张宏伟现在是七年级，八年级呀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八年级吧，这是七年级第二组。啊，哎对，他们有班，白痴！啊，我就不知道咩，你在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你看这些人，我们在偷偷趁机出去，然后又被吓到，然后又被赶出来，啊，这个就不能拍了，太悲惨了，好可怜，他们竟然不相信我，就算摔倒也不会死，哇靠，没有，因为山头那边有凸起来啊，你刚好要凸出去啊，凸出去，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摔到这边，就只有三层楼而已，你懂吗？干，没有，他是。这是比这个还要更突出，所以你要怎么摔？你想要你的手入镜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再入镜一次。耶！反正数字都入镜了。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走一个接着一个来，好恐怖哦！几年级的、啊？学生啊。哦，对，好厉害，对。差点按错键呢！要叫声教？不用，他们有翻过去。不用。哎呦哎呦，热
这个认真的神情，哎，不错、哦。又是数字，数字又多，数字还有那个围墙。粉红的来了，粉红的两套。我是说，对。你看看这个差距，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？这样子骂到很多人。哪有粉粉的两套？是新规则。哪个差距？其实差距很大，你可以不要拍到粉粉的脸。我不会，不会拿半边的，就是没有让粉红第二名来喽，剩下的。剩下的在哪里？这里突然有奇怪的枪声。谢谢哎呦，很快很快！空白机，我没有听到空白机的声音。还是第三哦，三棒哦！我刚刚看到那个，这好像是八年级哦，是吗？这个三十二版，说的也是。不知道他们是，也是你家是多少来？那。辛苦了，继续啊，加油啊！快成功了，还是在跟他们讲，不是他们的。哦，又中了。好，加油！节奏感很好的两个，第七号，第七号。大家问我现场实况还准不？现在我们战况非常激烈啊，有很多人都落后了。这些人保持着同样的距离，哇，又到了完全第七个，完全没有在助跑，完全没有要，就是已经很那个了，就是已经拉很远了，所以不用那个，有没有？已经拉很远了，有没有这个距离？已经发动了，哇，太棒了！如果重围，这是一个三小，这是一个就是挑衅的概念啊。很挑衅啊！看，我们现在都看到有人哦，后面有人，好、哦、来了，这尼佛还不算什么问号，杰克跟珍妮佛，等一下，哇，蓝色已经接棒了，那么快啊！哇，现在你看后面问号，哇，那个接轨接得更好，拿什么冲？什么缝？你说什么缝？我只有看到洞。你懂的，我才懂。你看看啊，你看蓝色校园，好快哦！还有这个文心老师，文豪，我勇敢快。哎呦我的天哪、啊，他是跑得多快啊！我勒个去，顶你个肺！一个肺！现在十一棒了，蓝色已经到达十二棒，要十三棒了。哇塞！哦，我拍到我整了。看啊、哦，你看，你看他们已经弄好了，没有，蓝色已经要倒了。看他们才刚接棒，蓝色就倒了，他们已经整整落后一棒。蓝色他们是跑不快，好恐怖哦。就呀，哎，听说他们是那个哎，体育班哦。对啊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在拍哎，那个蓝色已经到这边来了。我刚刚脚架掀起来了，吓死了！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没有挡到，不好意思。看得很出神哦，先生。哎，你看，绿色的有没有？哎呦，哎
校在底下。你们等下会被生教骂哦。两分就没了吧？还是过了没完了？到时候。我再跟你说，他们出来了，你就直接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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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队出来了，红队出来了，直接拍到他们转的画面，他们转的画面啊，他们已经到前面了。圈内好猛，三圈直接转播到他们另外一个在交换的地方。不是，又转接到这里。对，把烧烤桶给直接。哦，第一名是男生，对。那你这时候应该要排黄的时候，因为男生他们已经到这里了，其实是存在的。黄跟黄跟龙那边很激烈，黄跟龙那边很激烈。加油加油，快跑完了，加油耶、yeah, 妈的没有没有有还是没有，哎呦，他们排好了，有这样预备变色耶，他们是第一组啊，第一组果然跟七年级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实力不一样。你看这个树叶，朦胧的感觉，有一种唯美的意境，就像是冬天下着小雪，枯枝落叶都掉在地上，蚯蚓，懒惰。那现在我们到第三棒，现在战况激烈，现在我们大家没有落后太远啊。啊，这样很好拍啊，就给我保持这样子啊。哇，这样子真的后面就难拍了，大家根本就是在跑自己的啊，根本就是在跟自己比赛啊。对啊，比赛嘛，最重要的就是精神。I'm waiting for you 啊。第四棒要接第五棒，哎呀，看到一个体型跟我差不多的人。哇，是那个英雄，他快要被追上了。快被追上了，想不到他跑得明快的嘛，哇，我说要追上了，追上了啊，要追上了，追上了，没有，他们竟然没有放过红队，那是统一的，被超过，被两个超过，哇，红队这一棒吃亏了，不愧是跟我一样体型的人啊，我有同一班在脱裤子，脱裤子，我想要做牛掰啊，那就镜头转到那边，那就被打死，现在第七棒啊，是啊，我们家在拍第二次的时候混乱了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操场是椭圆形的？啊，那鸽子来告诉你，其实是有个故事。混了，从前有一个巨人，他跌倒了在牛粪里面，他的板就变成了花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原来那么椭圆形，难道这个圆形很像那个吗？哎呦，哎呦喂呀！你有听过周瑜吗？没有。周瑜，你知道周瑜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阿爱知道吗？然后另外一个唱歌的是王宝强，可以唱歌的歌叫什么？他这个人很卖力哦，后面的人也追得很卖力哦，拉巨人一剑拉开了，对啊，拉开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十一棒了，十句话十句话，哇，直接棒十五，哇哇，蓝色灯亮绿色，这时候的绿色已经传导了到第十二棒了，后面的选手紧接着用红色也传导了呢，哦，直接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十二棒出来了，他的速度哇，跟他的手速一样。
原来草原跟你们跑的领养一样啊，跟在空空大草原、金色的草原上面奔跑的彩虹独角兽一样快。在这温暖的太阳下，这些选手的汗水就像融化的梦想。如果融化的梦想长这样，反正你讲出这个词，你就是很 fashion。我碉堡，碉堡，哇！我没有拍到屌棒，我没有拍到绿魔很屌棒，真假的？我不认识，有听过他名字。小美已经到处报，电视要报了。哎，看手那边有紧张，紧张，两个要冲过来了。哇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我两位冲过蓝色了，气泡到，气泡到。我都在海前面，我都在海前面。小妹已经接到十七了，最前面，最前面，最前面，那里，那里是什么？很靠近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！天哪，相亲相爱！哇哇！天哪，哇天哪，天哪！哇，他撑了一下又起来了，一直坚强啊，孩子！那个第十七棒呀，他没有接到，不过这一棒也是非常厉害呀，就要超过我的吗？不过这一棒没有跌倒，他是不是可以？哇，这一棒，哇，可以了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哇，动物也来着，哇，哇，这个速度，对吧？这个手速，这个手速，天哪，他的手，他的手，他的手，跟他超速了，好像你要说超速了。超爽哎！对啊，哇！看我们时空转播的那么开心干嘛？光合作用，哎，开始了，他们在行光合作用了。哇！每位选手都非常卖力呢。哇！最后那两棒，哇哇！这第一跑道的那个人也太强了吧！等等，那个是男生哎、欸？怎么了吗？为什么是男？他们是列入体育班的表演赛，他们的记录是要目标多够两圈，如果没有，他们校园要跑十圈。我靠，校园要跑十圈，可我靠，他们已经才两棒就已经一半了哎。他们很卖力，因为他们不想要跑校园十圈。可是他是男生比女生哎，哎，这样不公平啊哎。哦，我想说，你说我的雨伞呢？小心你的雨伞啊！哎，可是这个是体育班，第五棒，他们已经交第五棒。因为以后不会再操纵体育班，之前的班也没有死的那种。来加油！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就是重跑之类的。所有的体育老师的我以你为老，所以你的目标是飞过两圈。哇塞！我没有两圈，校园十圈有押韵的。还没有一圈哦，还没有一圈哦，还没有一圈哦，只有半圈而已哦。半圈而已哦。哦，有一圈了，一圈了，一圈了。哦，他们已经接到八棒。根本就没有一圈，他们是半圈。不会生气。哇塞，手速。哇，看看他们，热血洋溢。出来了，说哇，那三个跑得好那个、哦。那个好规律哦 ，regular， 那个最后一名，看他有点可怜，拍一下好了。哇，绕一圈了！我刚刚没注意的时候，他都绕一圈了，太厉害了！他追过他了，追过那个行光合作用的了。哎呦，红色不能行光合作用，有听过？那是体育班的哦。哎哦，我看到了熟面孔。好熟、哦，七分熟，五分熟，五分熟会有血丝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要在第十棒之前都不要被他们超过。哎呦，他们已经接到十一棒了。哇，那个是谁过来的？哦，我知道那个是谁。身为体育班降临的那个，不是啊，那个甩那个。那个是我那个叔父第一天他就踩我脚的那一位。很痛吧？就很记恨，有没有？很痛，一定超痛。哇哇哟！他们跑两次，第二次了，没关系，已经第十个了。他们还没有领先一圈呢，他们还没有赢那个，他们还没有赢第一名，所以还没有领先。他们已经到十二棒了，
对啊，啊，十三磅了。哇，被追过去了。哇，哎，举一般的被别人，哦，可能是被十一磅追过去了。是被十一磅追过去的，注意，是被十一磅哦。哦，他开始加速了，哇塞！哇塞，这个精彩时刻没有拍到，一瞬间，哇，他超过了，在一瞬间，接到十五磅了。他们的人生早餐就是吃蛋饼。他们人生的到底有多好吃啊？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吃蛋饼。到底有多好吃呢？看看他们跑步的成果就知道了。早餐蛋饼，午餐蛋饼，晚餐烂透了。哦，今天早上吃什么？火腿蛋饼。中午吃什么？培根蛋饼。晚餐吃什么？起司蛋饼。他们已经切到十七磅了。哇，那个十四，第十四棒，哇，那个，其实你要先看一下整个一圈路，然后再看一下哪里有精彩。先生，那八棒你立下。你刚有看到吗？哇，我没有。不是，你知道刚刚那个黄色的吊棒哦，然后他就回去捡，然后挡到别班的。这是计划通吗？对，这个是说，哦，我帮你，你给我十万。哦哦哦，他要超过那个蓝色的，他要超过那个。哎，他要超过那个，超过了，蓝蓝的，蓝蓝的，高建军加油啊！我怎么好像有看到吴君暖？等等，我们班有下去跑哎！我看到徐正义了，我们班什么颜色？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有没有徐正义？第几名啊？徐正义第二，倒数第二。可是下一棒应该就是倒数第三了，第三棒，这一棒应该就是石成烂算。啊！石成汉可恶，石成汉这一棒还可以耶，石成汉，石成汉很厉害啊，他很厉害，他上次吓到一个对手。哇，石成汉，哎，可恶，这个张伟，就是粉红，就是我们，粉红就是我们，张宏伟，红色到哪里了？红色已经跑完了。粉红色，等一下，粉红色，等一下，粉红色，粉红色加油，张杰。哇，张杰要赢了！哇，张杰倒数第三，我靠！倒数第三，结果我们竟然是在吴家那一棒才发现我们班有跑。张杰为什么加油？张杰，张杰！倒数第三，我们竟然到一半没发现我们班的。你最近是不是去过山上的小溪？发现踩在有青苔的石头上都不会滑，而且走在水路上也特别的干净舒爽、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闻到我的身上还有那时留下的海的味道，海的味道。还有三天没洗，这个一定很臭。我的脚上还有失去我的叶子。讲了一个下午的干话，疯
水轮流转在大队接力里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跌倒掉板爬起来第一名。哇，这个已经拉开距离了。你要看一下后面那些落后的啊，没有，不重要啊，不要拍他们。好，红色的现在很快哦，是不是他们也是体育班的呢？好像也不是哦。他们应该是超两圈。有的体育班他们好像超两圈。戳到我了，现在已经接到十五磅了。至于那个乌手，那个红身，那叫阿水还是红色？我哪知道？不是啊，你们那个哪个啦？教你用这一台的。欧森啊，欧森，阿森，欧森，欧森还在滑手机。哎，看到了。看到欧神还在滑手机了，现在啥使用方法？现在有一段距离了，他们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啊！哇，一个使用小剑招！哇塞，红队现在已经到哪里了呢？他们已经进入树丛了，他们出来了，在草丛里面躲一躲。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只见野炮在树前。傻笑，狼若回头，必有缘由。不是报恩，就是报仇。没女朋友，必有缘由。不是害怕，就是害怕。哎，哇哇！这边是一坨的呀。要超过去！哎，没有，刚刚还在最后一线，好像差点摔倒。哇，很棒！哎，没有人了。起来就给吃力。等一下，我的。然后这个脚架加这个其实很重吗？就是之前我拍他们那个两人三脚的，三人四脚，傻笑，三人四脚。这个、三人六脚，这个关系。要开始。三人六脚是吧？不是叫关系。然后三人，然后三十六，然后六个人六脚。干，还算，还背那个有没有九九乘法表？然后每次要开始算的时候，33、36、39、34、35、36、38、37、20。我看到我们班那些人了。哪里？就是我们第二节课。上去的那个步道。哦。来加油加油！哦吼！跟又大又粗，不要弄。哎，你是第一，加油！你不要对又大又粗的有迷恋，好吗？他只是个看看这个差距。快点！荧光绿，你快追到你荧光好了，快点！这两步而已，还有多快？追上去！现在荧光红到粉红色了，那个那首歌是这样陪的，陪的。快，追上去！要追上去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荧光红五号领先，那个粉红五号前面跑地道可以吗？你现在跑地道去。
卫生叫。叫叫叫！睡觉了。哇，林光玉，我们。没有啊，你们还要睡觉？你说什么睡觉？我刚刚没有说睡觉。哎，睡觉。哎，我叫睡觉来一下，你看一下那个现在有人在干嘛？我们在拍片，看一下那个我们撑过怎么样？我们在拍片。现在已经到十。我在拍片，找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。现在已经到七。有些人比较喜欢看这一类的，就是比较小变的，说什么东西。就现在已经到第七棒了。哎，我看到一个长得像赖涵宇的人哎，他手速好快。我觉得那个人长得比较像女警官。9年2班，赶快进行检录。9年2班，请赶快到检录场进行检录。加油加油加油！9年级，我们是最有盼头的，加油！我们的人生将在北京城中画下最后一道句点，因为到这边就是你在8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了，加油！那我们就到这边，先讲一下第一次。你不要骗我，我读书少。哇，好厉害！不要那个不干扰我，这个好好。你昨天听说你买，听说你昨天买了个新的碟。加油！刚有一只虫飞到脸上。同学，你犯规。
还没有过桥马道线就切进去，那个依照交通那个交通部的那个道路管理办法。哦，你这是三宝，叫你三宝。哎，我们这边嘛，那个你看我们怎么处理的？这个很集中，这个很集中，我喜欢。第五了，第五了，还蛮接地的。顺序是最好的，就是可以从最后面到第一名。对啊，地方接，然后在教师底下，从最后面到第三名。当时要想追时间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往上追。来，再努力努力。接接接！哇！漂亮的，漂亮，动作好点，好点。激烈，粉红色拉开距离了，现在我有点难拍啊，这个不够大啊。我想要上面接到红色六号，把马力拖下来。其实有一些机场的话，其实有标榜的舞蹈，然后才给你问号，那不是写作？小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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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，粉红色跟绿色，绿色，哇，紧张紧张，等一下，绿色怎么没有镜头啊？抢了那个绿色十五分钟啊！他还是没有啊！那个绿色的让出跑道，那个绿色跑道，我看到他过了，你要去跑？哇，有什么一腿之类的？是绿色的有，哎不，粉红色是有给绿色的一万块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有受伤，真的不是的。
请到我们的医务组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恩典。各位同学，现在请回班上休息区域的位置坐。